一座规模宏大的墓葬陵寝，一位明代藩王的历史传奇，地宫屡遭盗掘，劫后余存的文物透露着什么信息？比邻而设的四妃墓又隐藏着怎样的秘密？探索发现即将播出《明代陆简王墓》第二集。1978年，一位古建筑学者的到来，叩开了一座明代藩王陵寝的揭秘序章。在确定墓主人是明代藩王陆简王之后，当地的文物工作者对这座陵寝开展了详细的调查以及清理修复。从雕刻细腻的镇墓瑞兽，到纹饰精美的石牌坊，文物工作者用严谨的态度和辛劳的汗水，一丝一毫地探索着历史的细节。文物工作者还将发现哪些柳暗花明的惊喜与收获？占地11万平方米的陵寝背后，还有哪些曲折沧桑的过往呢？通过第三道牌坊，这是陵园的第四个院落，也是陆简王墓的地宫所在。根据古代的陵寝规制，陵园作为祭奠墓主人的场所，人们会将墓主人的牌位放置于陵恩殿。前来祭祀的人从通过第一道牌坊开始，走过庄重肃穆的神道区，沿着陵园的中轴线，通过一道的门户，来到陵恩殿中祭祀。这套流程有着严格的礼制。他们这个祭祀的就不到后边来了，后边只有啥时间来呢？就是又有这个慈妃啊，又有去世的这个重要人物需要进这个院了。这个时间上来了，一般不进这个门了。此前，文物工作者确定墓主人身份的墓碑，就矗立在这座院落之中。在将墓碑上镌刻的信息解读之后，文物工作者将目光转移到了墓碑前的巨大长方条案，案前还放置有高大的五供。这个武功应该在条外上放，他这个个儿太大了，他就条外放后边，他放条外前了。个儿又大，雕的又精美，说他这个也很特殊的。根据匠人的这个水平啊，设计水平、雕刻水平啊，这估计这些都是当时一流的这个石刻匠人。仔细观察武功中的这对花瓶，瓶身精雕有露丝荷花图，瓶顶部分还雕满了盛开的带枝牡丹。这些花朵纹饰精美形象，仿佛它们就绽放于花瓶之中。十五供和墓碑之后，就是陆简王墓的宝城和地宫建筑。
老城是整个陆建王陵园内的最后一座地面建筑，也是陵园中轴线的末端。高大的城堡壁垒森严，宝城下是陵墓的地宫，这里就是安放陆建王棺椁的地方，总面积达到了185平方米，有甬道、前室、后室以及左右两个侧室构成。墓室全部由青石砌成拱券式结构，每殿各有一道青石炫门。然而再坚固的青石也无法阻挡盗墓者的脚步。在漫漫岁月的流逝中，地宫中曾经来过众多觊觎他财富的访客。文物管理所成立之后，曾经就陆建王墓的被盗情况召开了一场简单的座谈会，通过村民们的口述，文物工作者大概了解了这座墓葬被盗的经过。37年的时候，这个当时新乡的这个西边有个秀才庄，现在属于这个大块镇，那儿又有个土匪，这是往北是山里边有一股土匪，这是据这个份上老人回忆讲这样的情况了，起因呢，就是两股土匪都来这开查过，准备盗这个墓。在那个动荡的年代，文物保护的观念还没有被人们普遍接受。地面规模如此恢宏的陵园建筑，自然就是一个再明显不过的目标。陆建王墓以及西边赐妃的墓葬遭遇了盗掘。当时也没有手电，也没有啥的，他这个有的点个火把呀，有的反正也看不太清，借这个头根呀或者身边有这个金珠，能把那头盔那拐盔啥或这一类的，他能把金银这个玉器啊都往布袋里装个大白布袋，大概也没有盗得多彻底。几十年以来，中国考古工作者对一些明代藩王墓葬进行了田野调查和抢救性发掘，一大批珍贵精美的文物和历史信息得以保存，越来越多的历史细节也得以浮出水面，成为人们研究明代历史的宝贵资料。你像明前期的这个陆皇王，他出土的都是些家史，都是些这个当时证明他这个身份地位的。你要江西的义王出土的，你要乐勇啊、乐师勇啊，这个吃喝玩乐这些东西，随葬大量的财富，生活奢靡这个程度，那表现的淋漓尽致。1970年4月，文物部门在山东省邹城市抢救性发掘了明太祖朱元璋第十子鲁荒王朱檀的墓葬。这座墓葬幸运地躲过了盗掘。经过清理，考古人员根据出土的一枚鲁王之宝的印章，确定了墓主人的身份。墓中还出土了九流冕、天风海涛古琴以及一些珍贵的字画。出土文物数量之丰富，保存状况之良好，极大地震撼了中国考古界。2001年4月，考古工作者在湖北省钟祥市长滩镇抢救性发掘了明仁宗朱高炽第九子梁庄王朱瞻济的墓葬。考古队员在墓室地面和棺床的淤泥之中，先后清理出各种材质的文物，共计5300余件，还清理出两枚金锭，其中一块刻有的铭文，那
2005年11月，在湖北省钟祥市九里回族乡，考古队员抢救性发掘了明太祖朱元璋第24次引进王朱栋的墓葬。经过持续40多天的发掘和整理，引进王墓先后出土包括金器、玉器、瓷器和漆木器等在内的文物600余件。墓中出土的元青花四爱图梅瓶，更是被人们称为湖北省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可以想象，陆建王墓拥有如此规模的地面建筑，地下文物也一定数量众多，精致华美。历史时期的盗掘活动对陆建王墓地下文物的损毁，让这座宏大的墓葬空留建筑遗址。如果未被盗掘，打开地宫时又会是怎样一番令人震撼的景象？可以断定了他这个量很大，因为他这个王，他这个王府是明代最富的王府，他这个土地四万顷，他也是明代最大的大地主，说他有钱，有钱这个墓葬这个随葬品都丰富，他除些按这个公布国家规定这些随葬的明经、随葬的器物之外，那是有规定的，根据他的身份地位，但他生前喜爱了大量的这个珠宝仪器文物会随葬。经过文物工作者严谨细致的清理，最终在墓道口底部的堆土中幸运地筛出了几件劫后余存的文物。这些仅有的文物如今被保存在新乡市博物馆。这个是咱们陆建王墓出土的碧玉带板，我们这次呢一共出土的是5件，有这个长方形的，还有是3块圆桃形的，还有1块是小长方形的。从它的形制上来看，应该是就是在后腰这个位置的，是那个7块中的一个。然后我们剩下的那4个是有3个是圆桃，就是在腰两边的，然后还有一个是小长方形的，可能就是腹壁。或者是就是3台前两边的那个长方形的。玉带是用玉装饰的隔带，这些装饰用的玉制品被称为带垮，俗称为玉带板。目前出土的明代玉带板从10几到20几块不等，形状通常为方形和桃形组合。陆建王墓出土的这些碧玉带板莹润清新，十分雅致。除了碧玉带板，文物工作者还清理出几块白玉带板，玉质细腻润泽，带板上圆雕有双鹤衔兽纹，两鹤相对，共衔一个寿字。其中一块带板，除了两鹤衔寿，还有两鹤口衔灵芝，有福寿延绵之意。大墓中还出土了4块钱币形状的金牌，金牌四面铸有穿孔，根据形制，文物工作者认为这应该是一批验圣钱。除此之外，墓中还出土了一件造型简约的玛瑙发簪，以及几件小件文物。这边的展柜呢，展示的是在陆建王墓中所出土的部分随葬品。
历史上呢，鹿简王墓曾多次被盗。这些仅有的劫后余存的文物，得以让我们一窥当年鹿王的风采，也弥补了鹿简王墓中遗物的空白。对了解鹿简王墓未被盗前的随葬器物，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清理到地宫后殿与中殿间的石门外时，文物工作者终于发现了鹿简王朱翼留的墓志石。保存完整的志文，记载了鹿简王的生平以及妃妾子女的概况。墓志中还记载了他去世的情景。万历42年，在听闻母亲孝定皇太后过世之后，许久未见母亲的鹿王悲痛不已。仅仅3个月后，46岁的鹿王在府中猝然离世。文献中对此也有相关的记载。42年，皇太后哀问至，一流悲痛废寝时，未几轰。如果他母亲还很健康，他不会出问题，他不会出问题。就是他母亲罢婚以后，他有多少年没见母亲，母亲死以后又不能去奔丧，又不能送上母亲的，各种这个坏情绪的交织，可能把他撩翻了，把他病倒了。位于魏辉市的望京楼，就是鹿王府的遗址。如今，仅存有一座结构坚固、端庄浑厚的砖石建筑，以及一座石牌坊。它最初的名字是崇本书楼。之所以将它改称为望京楼，在当地的传说中，就是由于鹿王对于母亲的思念。就这个崇本书楼，这不是叫望京楼吗？这个当地的传说就是鹿王修了，鹿王想他母亲了，想他娘了，就是要修了能看到北京，看到他娘。这个越修越高，最后这个用民工也多，死民工也多，这个神仙显灵了，显他母亲出来了，他看见母亲了，听之见了。这当地有这样个民间传说。当文物工作者进入到地宫后室，棺床之上早已空无一物，就连下葬时的棺椁也无从找寻。他们甚至无法判断地宫中是否还有其他嫔妃的棺椁。除了无法搬走的建筑主体外，早已空空荡荡。老先生他们的回忆，那正中间是这个南北线的，这可能就是鹿简王的棺椁，两侧还各有2、3个这个棺材，所以这又没有副帐幕，他应该是一个开始这个矿进来一个，都进这里边，应该是这样。直到整座陵寝清理结束。除了西边与它并列营建的次妃陵寝，文物工作者在陵寝范围内都没有发现鹿简王墓有覆葬墓的痕迹。盗墓者所描述的很有可能就是这座地宫后室最初的模样。1982年，对陵园地面建筑和地下文物的清理修复工作基本结束。从鹿番嘉城石牌坊，沿着这座陵园的中轴线，走到陵园最后的地宫建筑，随处可见的龙形纹饰，有的庄严，有的灵动，
盘龙攀援而上，讲述着一代藩王的财富与威仪。文物工作者最终还原了这座规模宏大的陵寝初建时的盛景。自此，他开始全面对公众开放。曾经巍峨恢宏的建筑，历经沧桑巨变，饱受风雨侵蚀之后，在文物工作者的努力下，从一片荒芜中重新焕发，迎来了他的第一批游客。刚开始买门票，这个1.5毛一张票，这个开放前呢，在接待的这个临时仓促的印了一个卢旺令简介，那个小简介，这个小本子，这个门包括印门票呀，包括这个各个点的这个说明牌呀，都说你那张照片我就没有了前边参加，后在后边改那个各个点那个说明牌的，我是文职。咱们西乡市这个书法家的傅老师，他是搁傅这个牌上写字。经过文物工作者的统计，这是全国迄今为止保存最为完整的明代藩王陵寝遗址。在明代藩王陵寝中，具有无与伦比的独特性，对研究明代政治制度、藩王制度、明代陵寝规制有着重要的意义。400多年的光影交错间，明代晚期一段历史的厚重缩影，一代富贵藩王的最后威仪俨然重新展现在人们面前。这是研究明代亲王的又一份可以触摸到的真实历史样本。我来到你看在卢旺令的时候，正好是明朝的一个高峰期，正好你看张居正万历新政，张居正通过万历前十年的改革是国力强盛，那是很难了。那都你看到晚期的时候，你看从嘉靖朝武宗以后，那真是国库空虚啊，那入不敷出。那万历初期出现了这种情况，他是在这个背景下，才能自然而然的产生这么精美的石刻，他这么雄厚的财力，才能支撑他的完成这些东西。随着时光的匆匆流逝，1998年，陆简王墓博物馆正式成立。这座陵寝也迎来了更多保护研究它的文物工作者。苏东鹏是陆简王墓博物馆的文物工作者之一，也是第一批文物工作者苏德荣的长子。1982年，还在读初中的苏东鹏随父亲居住在陆简王墓内的办公区，在陵园内居住了将近10年。他从小就对这座陵寝有所了解。办公房前是一个小广场，那个都葡萄架到这个在这办公房那儿，那是个广场。广场那有乒乓球啊，咱们也有羽毛球啥的，他们也都爱玩。这个像晚上吃过饭出来活动到大殿都顺着那个甬道跑了，有时他顺着这大殿边跑。那跑几圈，夏天的乘凉时候叠个凉席都去包城顶上了，那上头可凉快。在父亲的影响下，他同样投身于对陆简王墓的调查研究工作。接过了父亲手中的重任之后，苏东鹏将父亲研究过的内容又重新拿起。对于这座规模宏大、建筑精美的陵寝，两代文物工作者时常有着不同的见解。作为亲王陵寝，他的营建是否有所一致？父子俩有着不同的看法。
其实是鱼是相当厉害。你看丝绸裙，它这个丝绸种类，明孝陵六种，明长陵一是六种，明长陵就不该超过明孝陵，他不能超过他父亲，不能超过祖陵。但是他这个一个秦王，有连帝王都不是，一下14种，说的这个胡来属于这个叶种的位置，鱼子。他不过就是种类上多了，从数量上来说，他并没有超，而且高大远远抵不上，人家王陵里边。从后边你看斯文丽了，他就一对儿；你像长陵了，六对儿。两对文官，两对武官，两对勋臣，那今天你还是没法比啊！你加一块你还是不行。所以说，至于他为啥修这么多的种类，从现在的资料来看，没有明确规定，没有明确规定，就是你一个王就只能修几种。文物工作的魅力之一，不只在于发现和保护遗迹遗物，也在于不同的文物工作者对这些遗迹遗物都有着自己的研究与看法。不论大墓的营建是否余制，这批雕刻精美的明代石刻，规模宏大的地面建筑，侥幸保存的稀少文物，都为人们提供了珍贵的史实依据和历史信息。在陆简王墓陵恩殿前，现存有八方祭碑，其中一方祭碑是万历皇帝的第三子福王朱常洵派遣典福正郑敬寿前来祭奠其叔父陆王的祭文。解读之后，文物工作者发现了一个有趣的历史细节。他这个福王是万历皇帝跟这个郑贵妃，他这个爱妃的这个爱子，他是封到洛阳的。洛阳这个他这个路过就范路过这个时候拜会了他叔父，带他的就范到洛阳以后，陆王死了。这个对这个他上回就范呀，这个就范的路上又见了这个他叔父陆王啊，这个史料上都不会有了，这是除非这知道，这这样的细节情况。这个墓碑都是很宝贵的。这些看似简单的文字信息，描绘出这些明代亲王真实丰满的人物形象。作为万历皇帝的弟弟，孝定皇后的爱子，陆简王生活在王朝晚期最富有的时刻，又在明朝灭亡之前离世。一生过着尊贵骄奢的生活，相比那位曾经与他匆匆一见又匆匆一别的福王，在明代晚期动乱中的凄凉收场，陆王又何尝不是一种幸运。随着东区陆简王陵寝的开放，文物工作者对拥有同样形制的西区陆王赐妃陵寝的清理修复寄予了很大期望。虽然父子二人对陆简王陵寝的营建是否超越礼制规格这一个看法意见略有相左，但是对于这座赐妃墓拥有如此超规格的建筑，他的营建是否有所余制，父子俩有着同样的看法。父站到陆王的这个陆王陵的一旁，这是明惠殿的明确规定，明文规定，你他建了一个秦王级的大陵园，你的各种的包括这个城门，包括这个香堂，包括这个地宫。这都是这个月子太厉害了。这个赐妃墓超规遗址，它这个享受一个秦王级别的一个规格的陵墓，
确实是比较罕见的。你别说这么高的规格陵墓，他连跟卢旺曼达主墓室的权利都还没有，他的资格都还不够。河南省禹州市无梁镇的老关山路，坐落着一座明代初年的藩王墓葬。他埋葬的是明太祖朱元璋的第五子，第一代周王朱肃。在距离周定王墓500米左右的地方，还有一处被当地人称为娘娘坟的地下墓葬。墓葬结构十分奇特，环状的地宫内围绕排列着17个墓室。作为周定王墓的父葬墓，这里埋葬了17位殉葬而死的女性。空旷幽暗的墓室向人们诉说着一段残酷的历史往事。虽然这个古老的殉葬制度最后被明英宗朱祁镇废除，到了明朝晚期，即使嫔妃不需要殉葬，作为次妃的身份，她却单独享有如此规模的陵寝建筑，也是极为罕见的。他由于他这个危害之度太厉害，说他这个能一直到现在，一直到现在，确实他是重大价值，价值太重大了，等于这个中国历史上古今中外吧，就这一件。与陆建王陵寝亲历时，陵园内满是荒草，几乎处于荒废、门户大开的状况不同，次妃墓的陵寝当时是河南省豫北监狱的所在位置，所以几十年中墓葬内一直保持着修缮与管理，地面建筑保存情况较好。拆没了以后了呢，这次坟墓都在卢旺曼达了，他只能是带着两个国家监狱机构了。90年代末期我开始有这个提议，就是希望豫北监狱等于搬迁出去，让这次坟墓卢旺重新管理，进行统一了管理。2005年12月，随着豫北监狱搬迁结束。经过国家、省市文物局及相关部门的协商努力，嫔妃墓将进入新乡市陆建王墓博物馆管理。陆王嫔妃赵氏的陵寝遗址清理工作也随即开始。陆建王陵园南北长320米，东西宽147米，呈长方形状。次妃赵氏陵园南北长285米，东西宽为136米，呈现出前方后堵的马蹄形状。这是两座陵园在形制上最大的差异。最明显的不同是次妃墓有着单独的丫鬟坟和梳妆台等建筑。首先对这座陵寝主人的具体身份做出
么时间太坏了，这个都不清楚了。光剩一个这个墓碑在这立着了，包括这个周边四边这个摊儿，都是土坡。正中间的墓碑在正中间立着没有倒，这个还是很不错的。他这个地方应该是一个主要建筑，命肉。而在赐妃赵氏的墓区，明楼建筑不仅石质台基保存完整，而且还保存有两座陵园中唯一一座完整的原件木质建筑。这是一座二层建筑，各层四周辟有拱券形的洞门。明楼顶部是一座悬山式的楼顶，铺以绿琉璃瓦覆盖。明朗的规则呢，它要求就是根据地宫的满帐人数，你像这个赐妃只满帐他一个，满帐他一个了就出现啥问题了？只要把赐妃下帐，前边这个明楼都可以修建。所以说呢，我们赐妃墓区有这个明楼，陆王陵也应该有明楼。之所以没有修，那是因为他的正妃李氏迟迟没有去世，一直到明朝灭亡，他是有资格下葬到地宫了，他是需要再次开启了他那个地宫。他们就是这最后一个已经下葬过以后才开始修建明楼。明楼内立着的就是赐妃赵氏的主墓碑，通高6.06米，宽1.46米，碑阳精雕云龙戏珠图案，碑身两侧还精雕20只云凤图案，选材之精良，雕刻之考究，纹饰之丰富，令文物工作者惊叹不已。碑阳正文楷书，敕封陆藩赐妃赵氏墓。碑阴镌刻赐妃生卒年月。隆庆庚午年11月初8日丑时生，万历辛丑年2月26日寅时薨。短短28个字，文物工作者只能知道，这位拥有亲王级别陵寝的赐妃，姓赵，年纪比陆王小2岁，去世时只有31岁。他具体的名字是什么？人们依然无处找寻。接下来对赵赐妃陵寝的清理，还能带给文物工作者关键的信息，拼接出他完整的身份名片吗？